要带大家来看华尔道夫。我们知道现在世界各国很多地方都有华尔道夫酒店，但是正宗的老祖宗的华尔道夫就是现在我所在的纽约曼哈顿。我现在所在的这条大道呢叫做公园大道，这个公园大道呢是曼哈顿唯一的一条大道是双车位的、双向的，那么中间有街心花园的。那么在公园大道和五十街交界口的这个地方，大家看，这个就是纽约的华尔道夫。这个华尔道夫呢是1931年建成的，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酒店能够像纽约的华尔道夫一样见证了那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接待过世界全球的各界的名流名人。那么现在华尔道夫呢，过去是酒店，现在呢已经被改造成产权公寓，可以拥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进去要参观一下现在的华尔道夫被翻修改造成什么样子。那么今后有幸的买家在里面能够拥有什么样的居住品质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今天是华尔道夫的一个 broker 的一个参观日，也就是把纽约城最著名的经纪人请到华尔道夫来参观这个最新的一个项目。华尔道夫呢有很多一些历史性的一些古迹，包括一些雕塑啊、绘画啊，还有一些物品被保留下来。你像这一座呢，就是叫做 The Screen of the Treatment， 我们叫它飞翔女神。那原来是放在整个正门的一个上方，是一个华尔道夫有名的一个标志。那现在也被取下来进行重新的一个保养，未来呢建成以后呢也会放在这个大楼的正前方，可以看到这个飞翔的女神就知道是华尔道夫了。你看到后面有一个钢琴，这个钢琴呢是1927年这个制作的，它是属于美国非常著名的作曲家 Cole Porter。那他曾经也是在华尔道夫长期的居住，那么之后呢他就把这架钢琴呢赠送给了华尔道夫，是1927年的三角坦威钢琴，可以说是一个古董。现在就是在华尔道夫的一个展示厅，你看后面整个这个影片呢是表现了华尔道夫的一个历史。我们知道这个华尔道夫呢已经有120多年历史，那正式搬到这个地址就是在 Park Avenue 上面，是1931年。那当时这个酒店来讲创造了很多第一，比如说它是第一个使用电梯的这样一个酒店大楼，那么同时呢也是第一个使用中央空调的一个大楼。那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历史事件，包括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美英法苏四个战胜国呢就是在这个酒店签署了世界和平协议。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的这个特别代表处曾经就设在最高的42层。那说到中国人和这个大楼有一些什么样的渊源，那么第一个入住在华尔道夫酒店的就是清朝时候的这个钦差大臣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曾经住过华尔道夫。那么在1974年的时候，邓小平也是在华尔道夫酒店和基辛格会面，商讨中美关系的一个正常化。你看这个后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好莱坞的一些明星，那么都曾经入住在这个酒店啊，包括像摩纳哥国王和好莱坞明星凯莉的订婚仪式就是在华尔道夫举办。现在呢，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华尔道夫的一个模型、一个建筑。
你知道这个建筑的体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原来这个酒店呢有1600多间的客房，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原来在19层以下的部分还是保留着酒店的客房的部分，在20层以上的原来有1064间的客房，现在会改造成375间的公寓楼。那这个公寓楼呢，基本上从 studio 一卧两卧都有。但我们知道，如果是 studio 和一卧的话，它的设计的户型就不会放在非常好的一些方位。像比如说在外面这样一些空间来看，基本上都是两卧以上的单元。那一卧以上的单元，你可以过来看，它是在什么位置？很多的一卧和 studio 是在里面，有些是在这样子的一些单元里面。那这样子单元来讲的话，无论从光线和景观来讲，都不是太理想。那所以呢，在华尔大夫里面要选择好哪个单元，其实是非常有技巧。那因为我已经来过这个大楼很多次了，已经了解整个大楼现在里面单元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要选到好的单元的话来讲，真的是有技巧。那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模型呢，是展示它有50000平方尺的这个公共设施。这个公共设施可以说是我见过的纽约最豪华的公寓里面的公共设施。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地方是25米长的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呢，原来是酒店非常著名的星光 Ballroom，就原来举办舞会的一个地方，你看到很多历史的镜头在里面举办这个舞会啊。但是现在把它变成了一个25米长的游泳池。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是叫做冬季花园。哇，你们看这个效果，你绝对喜欢，每天都要待在里面，真的是太美了。那你看，还有在这个上面呢，它是一个户外的一个花园，你可以在这个花园里面呢，可以欣赏到周围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你想想这种生活的感受，生活的品质，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设施都有。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它包括这个桑拿的空间，它就分为男士和女士。你看这边是女士，它整个的一个设计呢，就是一种非常粉嫩的粉色的这样一个系列。而这边是男士的这样的一个桑拿的一个空间，按摩的一个休闲的一个空间，那它的色调就比较深层。所以光这个桑拿按摩的这样一个空间来讲，会所来讲啊，分为男士和女士，它整个的设计就非常的有巧思，非常的有设计感。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已经做好的一个样板间，这是2312，你看，这是整个华尔道夫最巧思的地方，这 closet 从外面可以打开。里面呢也有一个小门，从里面也可以打开。这什么作用呢？这个叫做 concierge closet。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些快递，有一些干洗的衣服已经做好要送进来的话呢，那 concierge 门卫就可以把它送到这个地方来，把门关上。你回到家以后，进了门以后，从里面打开来，你就可以取你干洗的衣服，还有你的一些包裹，是不是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就是说，华尔道夫酒店呢，它还提供了真的是。5星级的希尔顿酒店的整个的管理和服务，所以我们进来看一下。好，我们现在进来看，现在进入的这是一个厨房的一个空间。我们该介绍了这个 concierge closet 是从这边可以打开。好，所以进来看这个厨房，这个虽然是一个二卧的一个单元，那这个厨房呢显得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你看到它非常的一个精致的一个装修。包括所有的家用电器的品牌，全是德国的 Gardner 这个家具的品牌。这边是烤箱，这边是酒柜，这个炉灶，四个炉眼的炉灶，这是一个大的烤箱。那你看，这个是一个外抽式的一个抽油烟机，也是 Gardner， 拉出来直接是可以抽油烟出去的。上面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橱柜，它也是意大利定制的这个漆光的这样的一个橱柜。这个是大理石的一个台面，我们再看这个冰箱，超大的冰箱啊，这是一个 pantry，
这是一个喷泉，冰箱是怎么开啊？冰箱，不控制的，超大冰箱。你看冰箱的整个上面包裹的也是全部是一个漆面。总的来说，在 Waldorf 外表非常的有历史的厚重感，但是走到里面以后呢，又非常的现代和时尚。